极地生活会用到何种家电？电冰箱跟电锅，哪一个是在极地生活会用到的家电？电锅。极地要用电冰箱干嘛呢？因为太冰了，因为太冰了，所以你要没那么冰。哦，它要保温，它有道理耶。极地反而需要的是冰箱，不是电锅。对，它反而变成一个保温的东西。哎，你真的要像我一样知道在按什么，不要按那么快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